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股评。咁啊，呢一节咧就净系我会同大家做节目嘅啫。咁啊，大家有问题都可以留言喺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上面嘅。咁而家咧，其实今日下昼个市咧都系比较闷啲啦，即系可能做一阵嘢，隔咗一个钟望下，又冇乜变动咁样样，即系由。 半日市到而家啦，其实都系差唔多嘅水平嘅。咁啊，上证方面咧就收报2,917.升两点嘅，恒指咧就暂时咧就报28,428.升224点。咁其实今日咧一度咧有升过300点，不过就回落翻啦。咁预计今日都收喺差唔多啲位噶啦。咁啊。 仲有10分鐘就會競價時段啦，咁啊，而家就今日都叫做開到個少少嘅陽燭嘅，咁睇下一陣間就如何啦。不過咧，其實就指數啦喺下晝方面就去個上落就比較細啦。咁啊，其實就啲個股方面咧，亦都係嘅，而成交亦都唔係好多啦，暫時就得618億嘅啫。咁啊，即係有啲説法就話覺得係咪即係除咗話擔心撤資咁啊，同埋主要咧就係因為好多資金咧亦都係鎖住咗喺啲新股。 上面啦，咁啊，而家有隻百威啦，嚟緊啊，又會有阿里咁啊嘛，咁但係就成交額榜上面嘅股份咧，波幅都比較細啦。見到而家就跌得最多嘅就有隻美團啦，跌2%，報 66蚊。咁啊，另外仲有啊，吉利而家就跌翻少啲啦，跌近1%嘅，報11.82啊。咁啊，其實呢兩隻都算係即係。 啊，仲有隻小米跌0.8%， 咁呢幾隻都係比較弱勢啲啦，咁啊今日個好市咧都要係即係逆市跌啦。咁啊，美團方面咧，今日咧就係有報道咧，就話佢咧就入咗呢一個財富中國500強嘅，咁啊美團係第一次上榜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就係連蝕1,155億啊喺榜單裏邊嘅。 最蝕錢嘅一間公司啊，咁啊，不過咧，美團蝕錢就都唔係第一日嘅事啦，咁啊，都大家都知道啦。不過咧，如果即係睇個技術走勢咧，似乎即係就係去到70蚊個位咧，就衝唔到上去啊，而且呢個位咧亦都係近上市嘅第一口價同埋頭嗰幾日嘅高位啦。咁啊，但係即係7字頭咧，都係維持到頭幾日咧，已經係。 跌翻落嚟啦，咁啊都會有上方有啲蟹貨啦，咁可能呢個位都會有阻力嘅，咁啊而家就似乎即係有阻力就撳翻佢落嚟啦，咁啊睇下調整完會唔會有機會再上先至好諗佢啦。咁啊另外咧，咁啊今日見到咧，其實就。 有一隻大家少睇啲嘅，可能就，但系咧就我哋喺星期五嘅一個特別節目啦，呢幾日禮拜冇做，咁啊有之過去啦，有星期五嘅特別節目咧都有介紹過嘅，就係咧 Uniqlo 嘅母公司信銷啊，咁啊其實咧今日公司就一度停咗牌啦，停咗牌之後就發咗個業績嘅6288。 咁啊，見到啦，佢個業績方面咧，就係公布啦，截至今年5月底嘅頭3季度業績，期內純利咧按年係升7% 嘅，咁啊錄得1,586億日元嘅升幅啦，收益按年都係升7% 嘅，咁啊業績方面就唔錯啦，咁啊見到如果而家開個圖嘅話咧。 其實佢一路都係高位嘅，因為咧之前都已經係即係可能出咗個好業績，但係都唔係話特別好刺激到買上啦。因為其實佢就不嬲嗰個成交啊比較少啦，排盤都比較少嘅。咁同埋咧，其實早前已經係即係發布咗預計會有好業績嘅，發布咗人氣啦。咁啊，大家可能亦都已經係一早升咗噶啦。咁喺4月嘅時候已經升咗上嚟，咁啊近期都喺一啲嘅高位嗰度徘徊啦。咁所以。 即係其實個業績可能大家都預期之中啦，因為都預咗佢好啦，亦都唔見得係有個特別嘅好大刺激啊，但係都可以留意下嘅。不過就要留意嘅就係佢嘅排盤都係比較細㗎。咁啊，譬如今日咁樣，你見到呢個買盤其實有啲好多格啦，其實都冇人排㗎。咁啊，都係一個會係擔心嘅地方啦，即係會可能啊。 會蝕減少少價咯，即係就算佢係升嘅時候，你都有機會會，即係未必揾到好靚嘅位買。即係譬如你見到呢個價，但係你可能呢個價係放唔出嘅喎，到時就會。咁啊，另外咧，呢幾日睇嘅咧就係安踏啦，亦都再次被沽空機構運水又繼續追擊佢啊嘛。咁啊，連日來咧已經係嘅第3度追擊啦。咁但係咧。
即係安踏嗰個股價啦，佢都係輕輕跌一跌啫。咁啊跌完咧，其實你見到連續三日咧，亦都係有買盤支持係揚足嘅喎。咁啊，而家其實就升得唔算好多嘅，升1%。但係咧，即係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就已經係唔錯嘅一個表現啦，算係。咁另外咧，今朝咧已經係開始同大家睇話一啲油價啦。咁啊，油價其實就係做好啊嘛。咁啊。但是見到啦一啲嘅油股啦，即係油價就反彈4%嘅，咁啊，但係油股個反彈嘅升幅就當然係冇咁多啦。咁啊，睇埋個美市咧嗰個油股反彈嘅表現啦，咁啊，883中海油升2%嘅，386中石化啦都係升近2%啦。咁啊，其實就呢兩隻都做好嘅咁啊。因為就除了就話咧，美國方面嘅原油庫存減少啦，墨西哥灣會打風啦，咁同埋咧，亦都係啦，其實內地個原油期貨啊，亦都升近88%，就升到停咗嘅，咁所以就都係可以睇睇啦。不過就因為佢今日都高開，好開頭嘅時候咧已經升咗啊，所以就即係冇話佢之後再去升得再多啦，因為都好少話。好少話好大嘅升幅嘅，咁呢只就咁啊，仲有幾分鐘就會係進入競價時段啦。咁啊，除咗呢幾隻咧，另外咧今日就見到只大家樂啦，都繼續係做好嘅。大家樂今日升3.9%，報25.2啊。咁見到啦，佢咧其實喺個高位啦，23.4左右。嘅位置咧，咁呢度橫行咗一段時間咧，亦都再升咗上去嘅。咁啊，如果要參考買入咧，可以用呢個位嚟做一個止蝕啦。咁啊，而家就休息一陣，轉頭就睇下收市嘅情況。好，翻嚟節目時間咁啊，見到啦，而家個恆指咧繼續都係維持喺咧咁上下200多點嘅升幅嘅，升緊218點，報28,424點啊。咁我見到頭先 YouTube 上面啊，倉媽就話780啊，佢話就話即係個升市咧，佢都似乎麻麻地喎。咁啊，睇睇啊，同城藝龍而家嗰個表現先。咁啊，其實今日就陰足啦，就係報15.34嘅，跌幅咧就唔算話好大啦，跌緊3%。咁啊，而家啱就進入咗競價時段嘅啦。咁啊，恆指亦都係升緊220點啦，報28,424點嘅。咁啊，而家就同城藝龍咧個話咧，如果你睇近期嗰個橫行區啦，咁啊之前都有睇過啦。咁啊，橫行區嘅底部咧就係喺15.3嘅，咁啊亦都係近而家嘅呢啲位啦。其實佢咧不嬲都係咁上下位咧，都係喺度即係咁上下位震嚟震去咁啊橫行嘅啫，暫時都未見到話有個向上或者向下突破住啊，咁啊，所以就都 OK 嘅，可以暫時冇乜大嘅問題住，即係如果穿咗咧，就真係要關注或者考慮係咪即係個股份開始轉咗方向啦，暫時都 OK。咁啊，跟住咧，我見到啊 ，Cam 就話2669咧咩位可以入嘅？2669中海物業咧，而家就報4.25嘅。但係咧，其實如果睇翻今日嘅走勢咧，今日係高見4.52啊，咁啊，似乎衝高完再回落翻咧，就好似唔係咁靚啊。咁啊，同埋前面有一個高位就係4.32，4.32咧，其實就亦都係近而家開市位啦，就係4.3嘅。咁嘅話咧，似乎暫時咧亦都未突破到一個前頂啦。咁如果你話真係要入咧，我諗要係突破到前頂先啦，同埋係睇收市喎，即係收市收穩4.32以上啦，咁啊突破咗先至好追入就會好啲啦。因為而家咧就唔排除佢即係今日衝高完回落咧，唔排除係咪已經即係上市完就企唔住落翻嚟啊，咁就會擔心啲啦。咁啊，跟住阿 Lian 啦 ，Lian 就睇只咧1647嘅。1647咧，咁啊現價可唔可以買啦？紅岸科技咧，之前我哋又係喺星期五嘅節目度有同大家講過，咁啊因為其實佢就係其中一隻咧有大麻概念嘅股份啦，咁啊但係就好多時咧呢啲嘅大麻概念嘅股份其實就係一啲
炒作一個概念比較多啦。咁啊，其實好多時佢哋嗰發布消息都係話同某一間公司就係有一個協定咁樣樣。咁啊，有時咧甚至係有見過有一單咧作價可能係300万嘅啫。咁啊，唔係紅岸，係另一間公司啊。咁啊，但係佢咧其實個股價咧亦都喺個低位度咧，就喺個低位度咧係咁一路沉緊底喎。其實你見到佢啲線咧，亦都係個空頭排列啦。咁啊，雖然啊係有個陽燭啊，但係其實係喺個低位度彈緊上嚟喎。即係你可能好嘅會覺得啊，佢係咪開始咧即係見底咧喺5.6喎？呢度咁會唔會喺5.6開始見底彈得翻上嚟咧？但如果係一啲即係基本因素好啊，即係大型啲嘅股份咧，我覺得會可以考慮咁樣睇嘅。但係咧，如果喺呢一啲咧，即係市值比較細嘅股份裏邊咧，就唔好咁樣樣去撈住啦。咁啊，就暫時都覺得唔係太過睇好住嘅。咁啊，跟住阿 Ken 就話咧，1995咧短線嘅目標係睇幾多啊？永星生活啦，咁啊，尋日發咗盈起嘅，咁啊，而家就報4.23，咁啊，短線就其實今日咧一度有去到4.45嘅喎，咁啊，短線其實就我覺得咧，起碼咧睇下有冇一日咧可以咧收穩4.45啦，因為今日其實上過去都未企得穩啊，咁啊，暫時個形勢 OK 嘅，咁啊，因為都裂後高開咗啦，咁啊，7月10日就高開係3.76。如果咧，即係其實冇失呢個位咧，都仲係嗰個盈起嘅突破當中嚟嘅，所以暫時咧都係可以 keep 住先啦。咁啊，上嗰4.45，咁啊就會即係升穿埋4.45啦。咁啊，應該就會去到4.5，然之後就你再4.5企得穩啊，再睇5啦。咁啊，暫時亦都係 OK， 唔需要話即係設定個頂啊，即係幾時要去要去 take profit 啊咁樣樣嘅。咁跟住阿 Sam 就話就睇只3319啊，3319就15.8入咗嘅，可以上望幾多咧？啊，都係物管啦，咁啊，大家近期睇嘅3319咧，而家就報16.18嘅。咁其實咧就亦都係即係而家嘅一個係破頂嚟嘅喎，16.18嘅話咧破頂啦，你可以睇咧。同埋咧，其實佢有個比頭先就1995一個厲害嘅地方，就係因為佢正正就係今日發咗盈起嗰只啊嘛，咁啊1995就係尋日發咗啦，咁啊而家亞生活服務咧就係盈起之後咧一個市場消化呢個消息嘅第一日，咁啊升咗10%嘅。咁如果參考翻1995嗰個表現咧，咁啊其實就可能喺啊即係盈起之後嘅第二日都仲有得再上噶。咁如果而家就因為今日都升咗10%啦，咁啊再上可能你聽日睇下可唔可以上到，譬如16.5咁樣樣差不多嘅位置啦，唔好太過進取住，即係我哋一站一站咁樣去睇啦。咁咧另外咧就見到咧今日咧其實就有一隻。亦都唔係話大藍籌嘅股份嘅，咁啊，但係都係一啲嘅零售業嘅股份啦，咁啊就係1137香港電視啊，1137香港電視咧，其實佢就係一路都係一個虧損當中嘅，咁但係咧早前就發咗盈起咧就虧損收窄啦，同埋亦都最近咧發咗數據就係呢一個銷售量啊係一度有提升啦，咁啊最新嘅數據咧就顯示咧就。第二季度的訂單商品交易額同比增加增幅是近40%的。至於股價方面今天就也是破了前面的頂5.45啦，前頂就是5.38。其實如果要 去考慮的話，如果你要參考一個止蝕位可以在前面幾日啦，因為其實佢咧本身一路上緊啦，但係就前幾一個交易日咧，亦都係比較立咗落嚟嘅。咁啊，譬如尋日個收市位啦，5.07啦，咁就可以參考做一個止蝕位嘅。咁啊，不過咧要留意咧，即係個香港電視咧，雖然啦就係、是、即係早前就話佢嘅虧損收窄，咁但係咧其實佢虧損收窄咧。主要咧係由於咧佢出售咗嘅一啲業出售咗其中嘅一啲附屬嘅業務而去令到虧損收窄㗎，咁啊就唔係佢呢一個電商嘅本業啦嗰個盈利增加導致虧損收窄喎，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值得留意啦，因為其實嗰個出售係一次性嘅，但係佢其實平時嗰、那個
經常性的營運仍然在度係蝕緊錢嘅，咁基本因素方面就要小心啲，但係技術走勢咧暫時都係好強勢嘅。跟住New Wave 好似第一次見呢個名啊，佢話511同1137點睇？511電視廣播，哎呀，今日先至見到咧一啲文章咧，就喺度話佢咧。即係就話電視廣播咧，就其實已經咧就唔係淨係做呢一個電視嘅本業。咁啊，早前個虧損啦，即係首度虧損嘅時候咧，就係話因為係一個投資方面嘅虧損啦。咁啊，嗰度雖然只係一年性啦，但係似乎即係個業務啊、股價各樣營運咧，似乎都即係唔係咁好啦。即係其實由五月頭開始已經係咁碌落嚟噶咯喎，而且即係早前就咁樣樣穿底法咧，而家亦都唔係彈得到上去喎。咁啊，反而咧咁啊，1137即係香港電視啦，但係都唔係做電視啊。咁啊，我頭先啱啱就睇完啦，咁啊就畫多次個位啦。咁啊，如果咧上網咧，其實而家5.45啱啱就衝穿咗前頂，就5.38啦。咁啊，參考指示位可以係呢個5.07嘅。咁就可以，如果即係考慮追入，就可以咁樣樣去做一個止蝕啦。咁啊，佢都係虧損收窄，其實就係一個唔錯嘅表現嚟嘅。但係就頭先就話啦，因為佢嗰個唔係一個經常性嘅收入有增加，其實只係因為咧佢嘅。其實只是因為它出售了某一些出售了的附屬的業務，所以就都要留神的地方，但是就暫時短線的走勢很好的。跟住看到剛才 Josephina 就說921短炒看幾多海信家電其實都不是特別強勢的，只不過呢現在就已經跌到下去的一些低位，早前的低位6月18日和是5月24日低位都是9蚊左緊嘅，咁亦都唔好穿呢個位啦。咁啊，自己要留意，如果穿咗咧，其實就要考慮止蝕啦。如果你話上網嘅話咧，咁其實呢度亦都係一個橫行區嚟嘅。咁你上網，譬如睇到9.94先啦，即係差不多咁樣嘅位置。咁啊，但係如果而家入嘅話，水位唔算話好多嘅，咁但係就。好的地方就是如果你短炒，即起碼它一穿了這個位置，你可以控制到一個近的止蝕位，即一穿這個位置其實就是應該要止蝕了。我看到剛才中午呢，我們未看到 Jason 呢就說呢，他說780有陰燭，是不是要換其他東西？其實他都是繼續橫行的，如果你覺得想是一些快一點的，不想說放太久的，你要短線即是很有賺很多錢的，那的確是可以考慮的。但是其實如果不是這一隻是可以做一個中長線的部署的，正如我們之前在 show 裡面或者節目裡面都有提過啦。咁跟住咧，頭先阿 May 就話966咧，20.6入咗，值唔值得 keep 咧？咁呢一個主隻值得 keep 啦。我記得阿 May 係買之前同埋即係啱買完咧都有報告嘅喎。咁今日咧就做得唔錯啦，開報22蚊，咁亦都係突破咗前面嘅位喎。前面呢個21.45啊，其實即係咧已經係穿咗呢個咧，其實係唔錯嘅，係非常之值得 keep 啊！咁啊，跟住就頭先啊，我記得呢排咧，大家都好中意問啊66啊。咁啊，頭先咧中午咧就阿以汪話咧可以幾錢入咧去做長線持有嘅。咁其實就港鐵咧，如果你長線持有嘅話咧，你幾錢入咧？而家其實可能唔會爭好多嘅啫。如果你真係驚啊買得貴啊，好想平啲嘅，咁啊可以考慮啦。其實就去翻十天線嘅位置咧，就係52.16左緊啦，但係其實如果唔係，我覺得其實現價都 OK 嘅，因為其實佢都係不斷破頂噶嘛，同埋呢一啲啦，亦都係應該係去分散咁樣投資嘅。咦，跟住阿 Ken 話喎，Karen 2319咁啊，上網啦，係唔係2319上網係唔係33咧？其實佢頭先靚啲㗎，頭先係頭先係明顯啲陽燭啊，但係而家咧就變咗十字星嘅。如果你睇翻啊，今日就收報31啦，7月5日都係收報31，7月4日就收報31.75喎。咁其實
如果咁樣嘅話咧，佢就要睇下佢咧前面究竟啊，其實佢而家冇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前頂噶啦，已經。咁你撳翻啦，其實如果開翻一個長啲嘅股市圖出嚟睇嘅話咧，咁咧你就會見到其實佢啊係創緊近期近年嘅新高啦。咁但係如果你要睇遠啲咧，係仲會有一個其他嘅高位啊。咁等等先。咁其實咧，如果你咁樣樣去破頂嚟講咧，你可以睇32.5先啦，因為其實而家仲未去上到32.5喎。今日其實高見咧，高見32.25嘅，其實有衝過上32蚊啦，但係亦都未企得穩過喎。咁所以就上望32.5先啦，下一步就睇33啦。咁其實佢唔算升得好厲害嘅，但係整體咧其實都係一個穩穩地咁樣樣慢慢升嘅一個形勢嚟㗎。好，咁啊，見到而家就完成咗競價時段啦。恆生指數收報28,431，升227嘅。咁啊，成交額榜上面繼續跌得多嘅都係美團啦，跌2%。咁啊，吉利就跌1%，小米跌1%嘅。咁暫時一啲嘅大型嘅股份咧，波幅就唔係太大住。咁啊，呢次時間到呢度啦，我哋就聽朝9:15再嚟同大家見面。